请回答。29收到。重要任务，永基企业的齐大小姐行踪不明，请密切注意。了解。挑战公权力啊！小姐，马路你家开的，行车驾照、身份证，搞什么？开那么快？哎，你不就是那个杂志封面的女主角，叫啊，芭蜡小公主嘛，对不对？你全都买了。哎，小姐，你的杂志，全部给我丢进垃圾桶里。哎，小姐，你的罚单呢？还有你的车。呼叫229，呼叫229，收到，请回答。报长官，你稍等一下哦。上头施压，你务必给我找到人，否则你就倒大霉了。听到没？可能开幕仪式所有的焦点会在你妹妹的可能身上。雪龙参不参加开幕式都在其次，重要的是他的下落。开幕式办得再成功，也弥补不了我对雪童的担心。就要下步了。小姐，这车很贵，你买得起吗？我这里每一张卡的额度最少都几十万，应该足够让我把这部车开走了吧？这些卡是你的，不是偷的吧？请你去查清楚。如果到最后的结果证明这些卡都是真的，请问你要怎么样为你冒失的言行负责呢？这也要等到证明之后再说。所以啊，在这之前，你先站在这里，不要动，更不要碰任何东西。我怕你赔不起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。要看时间，这些细节的部分，麻烦你处理完之后再寄到上面的地址。好的，小姐慢走。小姐，谢谢您的光临。小姐，卡还没还你啊！哎，城堡怎么了？坏了就坏了嘛，下车看看怎么回事。超人，哎，这衣服是我最喜欢的哦，你要记得还我。知道了，放弃。哎，看到神宝了，你叫他停下来啊！哎，要是他能声控的话，我干嘛那么费力啊？你把车开近一点，离神宝越近越好，行不行？睁大眼睛看看吧。干什么？你说这样很危险啊！我的车子没油了，不如你送我去台北。我在赶时间，而且骑马很累，从这里到台北很远，你会受不了的。不试试看怎么会知道？而且我已经帮你追回白马了，难道你真的忍心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里吗？我是怕你不小心把我摔下来。你觉得我不像美国的骑警啊？
拜托，现在要保佑不要被台湾警察逮到才好。怕什么？如果开罚单的话，算我的。你真的天不怕地不怕、啊？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好，有个性，我喜欢你。我们这样像不像白雪公主跟白马王子啊？我当公主当太久了，你要喜欢的话，就自己当你的白马王子吧。我宁愿当公主。你没事吧？现在不要再危险，我怎么怎么连被子都打破了？我只要跟你在一起，你就什么都怕。我不是例外，为什么你跟我在一起？我只希望你开心，每天都能看到你快乐的样子。对不起，真的那么重要，我就不会离开学校了。如果你掉毛这个鞋的话，就让我陪着你，生死相随。糟糕，有警察临检，我们掉头回去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先把速度放慢，先下车。为什么我不能一起走呢？这车子是修车行的，我不能让警察扣押。至少你不会丢下我。听话，你先下车，等我消息，我一定会没事的。的那一刹那，对我来说有多可怕？雪桐，对不起。其实这点小伤很快就好了。我小的时候爬树也摔倒，不过几天就痊愈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。好啊，那你是不是准备要继续飙车？那就让我陪你，死也不下车，受伤就一起受伤。躺医院也一起躺医院，坐牢也一起坐牢，免得我自己一个人为你担心难过。你真的很霸道哎！你的伤口还痛吗？我坐起来有点不方便，能不能弯下身，靠近一点？你说什么？还心得不够啊，你最好快点找一个担保人，否则要关进拘留所一直到上法庭为止。没事的，他们最多吊销我驾照而已。如果没有钱交罚款就得坐牢。小雪，时间到了，出去吧。没事，请回去吧。医院刚刚打电话来说，爹地已经进了加护病房，时间不多了。你是他最疼爱的女人，难道你就这么狠心，不肯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吗？齐新凤，你够了没有？
你不要只是借雪桐爹爹名义来逼雪桐。你真的目的只是想得到雪桐吗？你不惜牺牲雪桐的幸福，来得到永基集团董事长的地位。你们已经无路可退了。今天我一定要把雪桐带回去。所有珠山的路都已经被我封锁了，你们已经无路可退了。你不要过来。回去。我跟你说过，永远不会离开你，让三岛变成永恒。我知道了。非常不乐观，真男伤者比较严重，头部受伤，如果要保命的话只能做手术，但是要承担后果。什么后果？可能会失去所有的记忆。这女伤者脑部有血块，会压住视觉神经，等到外伤复原后可能会失明。这样的结果对你来说可能是悲剧，但对我来说却是上天给我一个重新得到你的机会，所以我决定告诉你这样的谎言。小童，不可以！我为什么看不见？我为什么什么都看不见？小童，你冷静点！接到小童，我要知道！小童，小童。不带我一起走，不知道我怎么熬过这段日子。这两年我只剩一个空壳，如果不是爹地临终的要求，我宁愿死也不会嫁给哥哥。今天所受的痛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不要去雪桐，不会有幸福。我不会后悔，就算要我等一辈子，我也会等小童，等到他知道最爱的人应该是我。哼，有可能吗？你能瞒他一辈子吗？一旦他知道近藤没有死，他会不顾一切回到他身边的。所以我要跟时间赛跑，我要在小童发现近藤之前全心全意的接受。快没时间了，别看了，走，走了。小童，你没事吧？